管理员，你们斯皮尔，但是因为这里哈法不到，照现在的情形看，虽然安保们都撤离了，但辛苦啊，没错。但是管理员，你是这么搞？我知道了。我也是可以战斗的。我不会留情的。好好帮上大家吧。比赛分分比起呢，毕竟刚取代不好，不对，我会接下所有挑战，不用担心我大叔，都说了，冠军啊，来的正好，就拿你们做下热身运动吧。嘿，下一个挑战者，嗯，感觉一个能打的都没有啊。怎么可能？哎，那，燃起来了，我的斗志，燎原烈火。而生，哎，好，哎，轻轻松松嘛。东，我也是可以战斗的。见敌人，不可以的。好危险，好危险，太危险了！找到你，瞄准，我能射中你。解放火场，准备就绪。到了。
有良，他们情绪下我没关，不用在意，我能自，我也是可以战斗的。有不道德，要不啊？我也是可以战斗的。发现敌人，我可以的。不勉强，瞄准，我能射住你，能行的。接下第八军机吧。完全解放。
叫我吗？作战的经验，我还得和前辈们多多学习。